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首先，特斯拉在好莱坞发布了期待已久的赛博朋克无人出租车。埃隆·马斯克表示，乘客可以在车上入睡，醒来后就能到达目的地，未来的出行将变得如此便利。不过，这款车要到2026年才会上市，粉丝们可要耐心等候哦。接下来，我们来到澳洲墨尔本，发生了一起惊悚事件。三只家犬追咬男主人的新女友，警方不得不开枪制止，结果三只狗都遭到击毙。这起事件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其中一只狗竟然在之前吃掉了自己的幼犬，真是让人心惊。最后我们来关注食品安全问题。美国一家公司因李斯特菌污染找回了近1000万磅的肉类和家禽产品，这些产品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威胁，大家一定要注意查看自己冰箱里的食物，避免食用受污染的产品。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乔报报道，特斯拉在好莱坞发布了备受期待的 Cybertruck， 备受期待的，这是一款未来感十足的机器人出租车。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亲自驾乘这款车辆架，向观众展示了其无方向盘和踏板的设计，强调其完全依赖人工智能进行自动驾驶的能力。虽然消费者需要等到2026年才能购买，但马斯克充满信心地表示，未来的出行将是如此便捷，乘客可以在车内睡觉，醒来时就能到达目的地。他预计 Cybertruck 的售价将低于30美元，并透露公司还计划在德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推出全自动驾驶技术。星岛日报则报道了一起惊悚的事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名男子的新女友遭到三只家犬的疯狂攻击，警方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开枪制止，现场的混乱令人发指。旧女友透露，其中一只斗牛犬斯诺基曾在几天前吃掉了自己的幼犬，显示出狗狗的性情变化可能与环境有关。事件引发了对宠物管理的关注。珍妮提到，她与前男友的分手后，狗的性格明显受到影响，高达了对被杀狗狗的深切怀念。另一篇来自乔报的文章提到，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公司布斯布鲁斯霸因李斯特菌污染召回近1000万磅的肉类和家禽产品。此次召回涉及约75种即食食品，主要是在6月到10月期间生产并分发的。这种细菌可能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尤其对老年人和免疫系统较弱的人群构成威胁。虽然目前尚未有与此召回相关的确诊病例报告，但消费者被警告要立即丢弃可能受污染的食品，以确保安全。星岛日报报道，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内的名作《海边》在二战期间被纳粹德国掠夺，历经数十年后终于归还给了原主的后代。近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新奥尔良将这幅画作归还给 Helen Lowe 和 Frank Louis Parlagi 华丽新卡罗基，他们是奥地利帕尔拉基家族的后人。1938年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帕尔拉基家族被迫逃离，留下了许多艺术品和珍藏在仓库中，然而这些物品被纳粹查封并拍卖。经过长时间的努力， Frank Louis Parlagi 发现了当年的购入收据，并委托相关机构追查，最终成功找回海边。这幅描绘约法国诺曼底海岸的画作在拍卖会上估值约50万美元，象征着对历史的公正与修复。中央社分析了路透社的民调，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对总统候选人贺锦丽的支持度已超越前总统川普。尽管选情依旧紧张，贺锦丽自竞选后迅速在郊区和中等收入家庭中取得领先，重振了民主党的士气。根据调查，郊区居民约占美国选民的一半，贺锦丽的支持度在9月和10月间以 47% 对 41% 领先川普，显示出民主党在这一关键群体中的逆转。民调还显示，在年收入5万美元至10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贺锦丽的支持率也实现了显著提升，反映出选民情绪的变化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央社进一步报道，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广岛和长崎的市长对此表示祝贺，并认为这是对当前国际核武趋势的警示。广岛市长松井义时强调，被团体的努力为全球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生效提供了动力，
呼吁各国重新坚定废除核武的决心。长崎市长铃木史朗则表示，希望此次获奖能推动国际社会行动，迈向无核世界。被爆者的亲身经历和努力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成为对未来和平的坚定呼声。星岛日报报道，富士康郑州厂的四名台湾干部自今年1月以来被大陆公安以非公收贿罪名拘留，至今无法返回台湾。大陆国台办证实，涉案人员被指控涉及受贿和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案件仍在调查中。台湾陆委会对此表示关注，认为案简洁惯易，因公司并未受到损失。鸿海公司对此案保持低调，表示将配合调查，并与当事人家属进行沟通，以提供必要的协助。德国之声报道，以色列军队本周四向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的哨塔开火，导致两名维和人员受伤，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德国外交部表示，此举不可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黎巴嫩总理呼吁立即停火，并要求以色列撤回侵略行为，而意大利国防部长则表示这一行为可能构成战争罪。中国和俄罗斯也对事件表示强烈关切，并要求以色列停止对联合国维和人员的攻击。侨报报道，因地磁风暴的影响，纽约、新泽西及康州等地的居民近日有幸目睹了美丽的北极光。专家指出，强烈的太阳风暴使得这一现象在南部城市的可见度大幅提升，甚至可能延伸至芝加哥和纽约市。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了 G4 级地磁风暴警告，强调太阳风暴的影响可能导致电网问题及导航系统的干扰。随着太阳活动的增加，北极光的出现频率也将逐渐上升，成为人们关注的天文现象。萨多沃亚太股市在等待中国财政刺激措施和美国银行业绩的背景下，交易表现谨慎。上海和深圳股市分别下跌 2.55% 和 3.94%， 而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微跌 32%， 毕市报 3573.76 点。市场分析师指出，投资者对即将发布的中国财政刺激方案抱有期待，但也存在失望的风险。尽管近期沪深股市涨幅显著，市场情绪仍显得较为低迷，尤其是在香港休市的情况下。 FSM1 的分析显示，本地银行股价因美国经济数据和业绩发布而小幅下跌，还指成分股中大多数股票表现不佳，新翔集团因早前大幅上涨而在周五回跌4%。此外，华业集团与子公司新加坡置地宣布收购悉尼商业大楼 50% 股权的消息发布后，股价小幅波动，整体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均有所下降，显示出市场活跃度减弱。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埃隆·马斯克在10月、11月、10月的活动中揭示了特斯拉的未来项目，包括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bug 自动驾驶巴士 RoboVan。 Cyberbug 极独特，完全没有传统控制装置，强调安全性和经济性。尽管这些创新代表了特斯拉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重要进展，但市场竞争激烈，特斯拉面临来自威谋等公司的挑战。马斯克的 RoboVan 则被视为解决公共交通问题的潜在方案，未来可能会扩展到更大尺寸的电动巴士，显示出特斯拉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雄心。联合早报报道，台湾总统赖清德在双十庆典上提出新两国论，引起国民党内部的热议。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警告国民党，若错误解读赖的立场，将可能面临灭顶之灾。他指出，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与韩国与韩国瑜的中华民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韩国瑜的立场包含中国大陆，而赖清德则不然。萧旭岑强调，国民党应重新找回两岸论述的灵魂，避免盲目附和赖清德的立场，否则将失去立足之地。中央社报道，日本原爆幸存者团体、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消息引起了幸存者森重昭的高度关注，但他曾在8年前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相拥，这一幕成为历史的经典时刻。
孙崇昭希望此次获奖能促进对核武废除的关注，并表示幸存者的数量逐渐减少，但他们仍在努力让原爆的记忆得以延续，以警示未来避免重蹈覆辙。他的故事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和平的呼吁。中央社还指出，随着美国大选临近，川普透过社交平台真实社群持续攻击民主党对手贺锦丽，发文风格日益粗俗，他不断强调这场选举的重要性，并对可能的选举舞弊提出警告。这一切都反映出他对失败的恐惧和焦虑。政治分析家指出，川普的言论可能会吸引其基本盘，但也可能疏远一些潜在选民。川普的行为显示出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的不择手段，这使得他的言辞愈加激烈，甚至涉及人身攻击。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